荷尔蒙没有了，多巴胺也不分泌了。我发现我现在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这是我制定的缤纷夏日计划书，让我在有生之年再体会一次活力心跳的感觉，叫刺激。不作怎么能证明自己活着？抬脚。生活就是一个游乐场。刺激。好。我想。给。하스니여러분내가지금중국어를말해드립니다한국학생들은엄지깨지마세요동学们起立就是他们四个